迎各位准时收睇我哋珠江频道呢个劲爆节目啊！逢星期六晚九点九准时同我哋全省数以万千万计嘅朋友见面嘅呢个节目叫做粤讲粤电。我觉得我哋真系粤讲粤电啊！点解咧？我今天发现我们的粉丝有升级，掌声、尖叫声都有升级，对不对？没听到。还有我们的舞台也有升级。系啊，真系靓咗好多喎、哦。梗系啊，三个字。高大上准唔准啊？准，冇准。咁我哋都要多谢下每期嚟到捧我哋场、支持我哋节目嘅几位嘉宾先。首先今日我哋再次多谢达明哥张达明，大家好，送俾你啦。好啊，跟住系胡向真小珍珠。阿达明哥啊，经常你都会走南走北去好多地方去做 show 啊、登台啊、见唔同范畴嘅人士啊，去做好多演出啊、舞台啊各样嘢咁样。在你生命之中呢，我想知道普通话占几重要呢？哇，占很重要啊。很重要的位置啊。很重要，因为我说普通话大家听不懂啊。太普通啊。哇，我觉得你比谭浩长好啊。好多啦。好很多啊。老师，我觉得我上次来以后我升咧啦。升咧。升级啦。因为我觉得我懂得少呢，冲唔出广东省有个原因。原来呢，上完啲節目知道啦，哇！原來各種唔同嘅方言，再加英文，再廣東話，無敵啊！好似個節目咁，越做越大啊！哇！掌聲多謝兩位先，好嘅。如果要同我哋嘅節目多啲溝通交流，應該點辦呢？有更多的視頻，請看如下的合作媒體，謝謝。好啦，我哋掌聲有請第一位嘅明星登場。係邊個咧？睇下先。女啊！大家好，你嘅粉丝团啊！大家好，多谢你哋。点啊，新抱？个白话 OK 嘅、哦，我嘅白话系点学嘅咧？系因为嗰啲导演，唔系嗰啲导演成日闹我。边个成日闹你话？我啲导演，导演，导演，佢话嗱，过嚟，你现在快一点，到隔壁去找一块大一点的牛扒。然后在那里搜一段串词，为什么要你拿牛扒搜串词？他是想说，你现在去隔壁找一块大一点的楼盘，从高的地方拍下来，拍到后面的那个现场说一段串词。请导演说好普通话。对，所以我就在那想了半天，我觉得他们是学普通话真的很难为他们。算罢啦，我去学白话。你系惊我哋嘅导演们学讲普通话辛苦，宁愿你学讲广州。我都听唔明噶啦，我哋都听唔明噶，你估我听得明你讲嘢咩？系啦，我突然间度醒起要教你讲一段好简单嘅。有你？唔系好简单，唔系嗰个唔系。饮杯辛苦茶啊！你唔好喺度唔嗲唔吊，你再系咁唔嗲唔吊，我唔请你饮绿茶。你唔好喺度唔嗲唔吊。你再喺度唔嗲唔吊，我就唔请你饮绿茶。有冇好过佢？有啊，应该系咪？我试下啦，试下。你唔好喺度唔嗲唔吊，你要喺度唔嗲唔吊，我就请你饮绿茶。唔请咩话？我就请你饮，请你饮绿茶。哇！你冇讲粗口喎、啊。你冇讲粗口喎、啊。有咩好啊？系啊。有咩？哇！珍珠笑到飙泪，睇下佢哋，笑到飙泪。今日仲有啲挑战啊！哇、wow。咩事？你死啦你！啊！佢要爆五下大镬！咩话？掌声喺边度？你哋唔系好姊妹嚟嘅咩？你哋有咩大镬可以爆呢？我冇噶喎！你冇，你做咩要贿赂佢帮佢揼骨啊？你啊？讲。今日我点解会嚟度？因为咧，之前好多导演系嘛？导演。好多导演啊！点解你？嗰、那個越講越電咧，我話點啊？唔嚇到都咁麻麻地，佢都咁去啦。如果你去，你講得仲好過佢。哦，即係原來係揾你先嘅。所以咧，邊個領導咁挑撥離間咧？請問我哋就係嗰個導演咯。即係知唔知點解唔揾你揾咗佢啊？咁啊？因為佢請導演飲綠茶咯。哦，原來係咁嘅。肯信？我都唔知道。我同你做咗咁多期嘅節目。你点去帮佢唔帮我呢？佢点解要帮你唔帮我啫？吓，下一期都唔知系边个啦吓。而家到我吓佢噶啦。下一期都唔知边个啦吓。我对唔住各位观众。重要。
會唔會下期換主持嗰啲好難講，又或者唔換佢兩個換鬼咗我都未知㗎。好啦，不然大鑊啦，睇睇我哋阿波雷嗰啲粉絲，全部都係我哋節目組嗰啲導演啊，啲導演啊，導演啊，係 hello hello hello， 歡迎。OK， 咁啊，請兩位嘉賓幫我打個分先啦。好，最低一千，我俾佢千四。哇！可以有，絕對可以有。我尊重女士，多就可以，你最後你嘅決定係你嗰度。多謝多謝阿達明咧尊重我，咁我咧就尤其係尊重啲殘雞嘅女士嘅，因為殘雞啊，因為咧我自己都夠殘雞啦，咁啊為咗阿彭 Sir 有得撈咧，我俾千五你嚇。哇！彭 Sir， 如果唔係你下期就隱形噶啦。但是我想知咩叫残鸡咧？形容呢个女孩子很那个，很泼辣，很三八。通俗一点，很简单，就是为了不得罪八婆，咱们还是让她高分吧。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精准的评价。好啦，千五分，千五分在手，马上。答得快，好世界。第一关答得快，好世界。每位选手在三十秒时间入边作答，会答到一题得一百分，答错唔扣分。三十秒计时，现在开始。第一个讲大话，骗人。啱。讲古佬，讲故事的人。未系好正确，补充一次，答定唔答？讲古佬，就是说评书的人。当你啱。型叻，逞能。啱。撒娇，撒娇。啱。手信，伴手礼，伴手礼就出去外面。啱。外家，婆娘家，婆家。啱。大只佬，很壮的人。咩啊？很壮的男人。啱。啱。七百分了，两千二百。多谢多谢多谢。好啦，过嚟过嚟。好。马上我哋要请第二位朋友登场啦，请睇 VCR。在开门上一期，越讲越电，168小时28分等38秒之后，我来到了越讲越电的演播厅。只这一次，我的身份不再是一个主持。今晚越讲越电，听我屈词讲广东话，开工。哇，好酷啊！欢迎欢迎欢迎！哎，走了。欢迎欢迎！好久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嘉哥嘉哥嘉哥，各位我哋再用热烈嘅掌声欢迎。嗱，普通话咧就语词，广东话咧屈词，屈屈屈词同屈达系咪一个词？系差唔多啦，系啦，都系屈达啦。唔同嘅，唔同唔同。你喺香港生活咗一段好长时间，由于工作嘅原因，八年几。咁你香港八年，应该你啲伙计、啲同事都系同你咁样讲讲广州话多嘅。但是就是凤凰的香港同事很奇怪，都是他们很乐于去学国语，所以他们努力的跟我说国语。所以到最后 live 的时候，我们在耳机里交流只能用英语，因为谁也听不懂谁说什么，你知道吧 ？OK， 明白。我拼了命的讲广东话，他拼了命的讲国语。对对。OK， 我们再用掌声多谢下光临。谢谢万喜冷家。OK， 那么又考验题目是什么？哎呦，睇睇三二一，佢嘅挑战就系粤语版青青百老汇。算了，我就讲一个我刚到香港之后碰到的事儿。跟一个同事出差去，系酒店，我哋两个同一间房，系女同事，特色，唔系男同事，哦男，佢唔中意女嘅，哦，然后呢，他去冲凉了，冲凉，他去冲凉，但是我来了之后，我不知道广东冲凉是叫冲凉的，我们北方是叫洗澡的，你们知道吧？对，我们是叫洗澡，打电话来找他说，哎。边个系唔喺度啊？我说啊喺度啊，佢死咗。洗澡嘛，我讲不好嘛，佢死咗。几时死嘅？而家死紧啦，佢死完之后我佢死啦。广东话是我的坎儿来的，过不去的。这个。但是你经常在节目里面都会说一些广东话。对啊，就是因为讲不好嘛，大家愿意听嘛。哦，好，原来咁。而家开始，我全部讲广东话。好了，嚟啦。哇，正啊！哎呀，你粉丝团在哪里？
哎呦，欢迎亲友团来的。来看看我们天佑老师给的见面分是多少？刚才过来给你。哇，不是要这样的吗？我提供产品三，你这算好的了。你点可以唔俾千五分？后面的清清楚啊，五千分啦，五千都太少啦。系啦，我俾千五分俾足你，其他三千五后补啊。耶、今日难得咁多鸡齐聚一堂，系咪？几开心啊！我想继续玩鸡。你想点先？诶、要挑战啊，系嘛？唔系，你话俾我听你想点？等等，有冇加分先？有。唔加分加隻雞都唔得啊？都得嘅。哦，你想整条急口令要佢嚟试？一蚊一斤鸡，一蚊一斤龟，究竟鸡贵定系龟贵？一蚊一隻龟，7蚊一隻鸡。佢话龟贵我鸡，我话鸡贵我龟，咁究竟龟贵我鸡定系鸡贵我龟？恭喜你！你都有，我是你，啊！我是你有一个国语的绕口令，你来也。武汉真嚟，嗱，广东个威名唔好输喺你手上边吓。没事，我觉得呢，不管我绕得怎么样，快还是慢，起码证明一点，我有念书，这些字我都认得啊。哇，咁叻啊！顶多就是我读得慢而已嘛。山前有个演演员，山后有个演演员，二人山前来闭眼，不知道是演演员演远，还是演演员比演员。哇！哇！其实我觉得通过这个游戏啊，我觉得是无论是广东话也好，还是普通话也好，真是术业有专攻啦，对不对？但是我们是够胆讲就得啦。好，1500分在手嘅时候咧，要马上挑战下呢个30秒嘅答得快好世界。现在开始啊，够真事。旧时候，天津话叫老么早以前呢？啱，惊青。你唔好咁惊青啦。过。乌蝇、苍蝇，啱。睇水，看水。错，嗌交，吵架咯。啱，火滚。火滚。过，搞震。不要搞震啦，就不要捣乱，不要捣乱玩爷啦，啱啊，对不对？哎呀，难为之啊！什么？这个400分，火滚是什么东西？生气，很形象。你把这个人的火已经够烧开了，火刺来了，都已经、就是哎。我以为是那个我们以前要烧蜂窝煤嘛，对，火棍嘛，他哦，火滚。简单解释惊青咧，我示范俾你睇下，人嘅生理结构就系咁样嘅。胡向真，你忽然间话作死啊！你达明咁话，作死啊！达明，即块面青晒咁啦，一惊个块面就青啦，唔系惊咪会青咯，咪惊青。你见到啊？呢个好直观嘅，好直观啊！但其实咧有段古嘅，喺舞狮嗰度嚟嘅，彩青舞狮。咁青，咁青啊！狮头啊！咁你嘅彩青嘅时候有好多种唔同嘅青啊嘛，你要见到个青。哇！見到青啊，咁有驚青就見到，咦？哇！咁樣仲勁喎，所以見到個青嘅時候驚驚地，就驚青就咁嚟啦。你翻說，你看見美女啊？你看見美女這樣啦嚇，就不沒有禮貌了。你看見哇！所以你看見那個青，哇！好多錢啊！你看哇！好多錢，你看哇！好多錢，尉迟林家驚啦嘛！哎，來，我們尉迟林家坐一下，驚青的表情，來。你望嗰個好驚青，好嗎？啊。美女哇，好丑啊！你睇见好丑嘅嘢系嘛？系你时运高啊！时运高，运气好哦，运气好。如果你看不到，运高是不是？对，你看不见东西，那就问题大了。好啦，睇水佢又亦都搞唔清啊！睇水看风水，不是啊，不是看睇水，睇水看盘古水位，在门口负责。看风放哨，其实台水就是放哨、哦、因为听说以前那些绿林好汉什么的江湖人马他们要做大事的时候，普通话叫绿林好汉哦，绿林好、哦、谢谢不给这个机会你没机会表现的1500再加400分，1900分，这么高，
马上我哋要请第三位嘉宾登场。中文詞啦，我姨媽而家係而家嘅詩，咪佢而家啱用而家嘅詩。今日我一定最高分。哇！外國人，呜！耶嘿 ！Welcome to China。多謝多謝。哎呀，正嗱，呢啲就係好玩之處啦。我哋見到外國人咧，就哇好想主動去咗show下英文，點知人哋啲廣州話比我哋講得仲好嘅。OK 啦，點知呢個？鬼佬啦，唔識講英文嘅。其實廣東話講得仲好啊！好嘢，大家有冇覺得佢好熟面口啊？梗係啦。係啊，我哋 TVB 好多劇集入面咧，好多嘅時啲電影作品咧都見到佢出現。通常佢做，你喺劇入面好似通常一唔係咧就做警司啊，係咯，阿 Sir 司啊，你係咪會好 enjoy 自己嗰時嗰啲感覺嘅？即係著住一套，哇耶！真係著嗰套衫係真係變咗嗰個，即刻企高啲，直啲，好平胸哇！知道嗎？其實。布伟杰除了演戏之外，他原来学的是中文，中文系的高材生。哦，系专门去读过中文。系咯。系。点解你会对中国或者对香港或者对亚洲地区咁感兴趣呢？我有啲相信啦，我前一世系中国人。喺香港生活啦，自不然你会经常会用到广东话啦。但 actually 可能香港亦都好多朋友会同你讲英语。对于饮食。對於香港嘅文化，你會唔會都係抱住好強烈嘅興趣，即係好快就掌握得到？其實我已經當自己係香港人，我啲人成日問我啲鬼佬點樣諗嘢咧，點樣做嘢咧，我唔記得曬啦。你已經變曬思維嘅，係咯，已經變成一個地道嘅香港人啦。OK， 我哋有啲嘢要你嘗試一下嘅，係你爆你大鑊之考官。第一次佢見我女朋友嘅時候，佢講嘅説話咧，佢話你女朋友，佢話我好難相信阿一你有咁靚嘅女朋友。跟住我心諗，頭先見到佢對果類特別高分咧，我心諗你係咪想溝佢啦？咁呢個梗係噶啦，唔熟唔識啊嘛，呢叫做唔熟唔識。好啦，請兩位評委打打分啊！我原本以為阿尉遲公已經好遠地方嚟噶啦，諗唔到有個仲遠嘅，嗰個都千五，呢個有乜可能會冇啊？千五分。一千五百分拎齐最多，都系千五分。Thank you so much。今天也有很多嘉宾朋友陪你来的，对不对？我啲朋友咧系佛山过嚟嘅，佛山过嚟嘅。哇哦，欢迎欢迎欢迎！跟住落嚟三十秒时间，你识讲普通话噶嘛？我尽量啊。OK， 如果唔得我就英文啦。OK， 开始。玉赤 ，embarrassed。embarrassed， no， 错。玉赤，玉赤，飞啦，飞飞。縮骨遮，縮骨遮，我又諗唔到英文，又諗唔到普通話飛啊！一支弓，一支弓，一支弓，啊 ，one person， right， 對啦，曱甴，曱甴 ，cockroach， 啊，對，哎，哦，啊，好險啊！玉赤咧，就是心痛。心痛哦，比较痛，心痛，心痛，好痛，好比如嘅感觉。你女朋友拮亲只手，啊，你一见到，我就好恨你，系啦。咁跟住另外一个咧就系缩骨遮 ，umbrella， 一把遮啊，缩骨嘅遮，啲骨会折埋嘅，都可以形容人缩骨遮系咪？形容人就用缩骨得噶啦。哦，缩骨，小气，好，答完200分，加上之前的1500分，现在是1700分。不伟杰，继续加油，谢谢。好，各位休息一下。最尾一位系边个咧？都系我 friend 嚟噶，都同广州有啲缘分，但佢而家唔喺广州发展。哦耶，系边？
吃宵夜的时候被泼了一瓢冷水。那我呢个系你哋嘅咸猪骨粥。啊，我好吃嘅。这个粥叫什么名字啊？咸猪骨粥。咸猪骨粥。猪。好难啊，粤语真的太难了。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回到了湖南生活。今天我又一次来到了广州，这座城市比我记忆当中更加的美丽了。哇哇，大美人，你们讲广东话进步啲啦喎。我是湖南人，在湖南电视台工作，是，但是你是广州是工作过的喎。是是是，但是没有学粤语，没有学粤语，但是我会讲。长沙粤语，哎，对，我都想听。因为我们有一帮主持人啊，他们觉得粤语特别的高大上，特别好听，很洋气，对不对？对，特别洋气，所以我们就经常在一起讲长沙粤语。哎，我说给你听好不好？好。你呀，真是宝里宝气呀，小心我家的嘴巴子。杨森被誉为广东电视台最黑女主持和最黑男主持，都是晒的。大家好，我是杨森 ，Hello。哎，我来讲你的翻译好不好？好。你呀、啊，真系宝嚟宝气。哦，你呀、啊，真系傻下傻下咁啊，宝嚟宝气。因为长沙话嘅宝嚟宝气，即系傻下傻下咁嘅意思，系咁嘅意思，继续。小心我俾你一个嘴巴子，小心我俾你一掌啊！咁样刮你一巴掌啊！刮你一巴，你食唔食呢个猫鱼豆腐啊？哎呀，呢、这个经典啊！你食唔食呢个普通话诶猫鱼豆腐？就是那个腐乳，你食唔食个腐乳？哦，你食咁嘅意思，鲍鱼豆腐。所以佢正话嗰种嘅长沙话嘅呢个粤语咧，其实唔系净系嗰个语音嘅，系加埋咗长沙话本身嗰啲俚语啊。系，但系我哋真嘅系有一颗河白话嘅心啊！我睇到你学白话嘅身，我睇唔到你学白话嘅心。好啦，谢谢。其实我今天也有一个口号来的。哎，来。对，什么口号？我咧可以输，但系唔可以输俾外国人。好啦，我哋马上睇睇个叶教授个咩挑战先啦。广州话嚟读呢段嘅顺口溜。实在不行用长沙。唱歌唱唱歌唱歌唱唱歌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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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定系唱歌，唱唱歌，掌声支持。哎，我觉得你似唱歌。以佢阿钟好嘅即系表现嗰啲广东话嚟讲咧，系值200分嘅啫，200分。但系咁靓，我计俾1500啦，系咪？我俾佢1500嘅理由咧，佢又撞墙角，又撞床角，佢都撞到晕陀陀啦。系咯，咁点都俾啦，阴哥。哎呀，多谢你啊 ，Yellow Face 婆。耶、yeah, 嘿，1500分高手，多谢，答得快，好世界。30秒计时，现在开始。唔在，不在，错。姑仔，姑仔，姑仔，可以过，可以啦。过。大耳窿，大耳朵，错。大耳洞，错。猪一样的队友、啊、日光日白日、哎、日光日白不是我还记得、史上最高分家属谢礼对不起没有办法帮到你第一个词问他是不在不在啊女仔经常要用的人家不要嘛不在我不嘛不在、啊、我学会了撒娇、哦、姑仔是我们广东经常叫到姑仔呢就是小姑子
姑仔，嗯，姑子就姑子嘛，还姑仔，对不对？大英哥解释下啦，大英呢个名嘅嚟自香港嘅，梗系啦，嗱，以前咧吓，讲系一历史嚟嘅。咁啊，香港咧，你知啦，華洋共處好多咧，好似布偉傑嗰啲咁人啊，華洋共處。咁但係等錢使咧，咁啊，有啲喺印度嚟嘅人，印度嚟嘅人咧，就專係放數嘅嚇，好叻啩嚇，就借錢人。而佢哋咧，好興戴啲好大隻耳環，好大隻耳環，戴到隻耳仔咧，成隻點樣甩咗嚟好大個窿咁咧，啲人見到啊唔識，哇大耳窿嗰個問佢借錢啊。所以咧喺香港，凡係借啲一個窿好大個咧。好嘅，胡向真嗰啲你就問佢攞，好搭水啊！呢啲好搭水啊！我呢啲基本上都係借兩毫嘅啫。我以為是放高利貸的，會經常說還不還錢啊？還不還？我啱想解釋，有一個講法就係咁樣嘅，佢唔係還唔還錢，係人哋借問佢借嗰啲，佢扮聽唔到，佢就扮聽唔到，就逼人還多嘅錢。哦，你話借幾多啊？哦，得啊，冇問題啊，咁。明明嗰個人同佢借十蚊，佢嗰陣就扮啦。人哋話借十蚊，佢啊咩冇問題啊，真好。喂，你同我借五十蚊喎，唔好意思啦，零分。有千五分喺手啊，係咯，好戲在後頭。啱啦，唔該曬，謝謝。馬上睇睇啦，而家第一輪過後，佢哋嘅分數係點樣咯？請睇，國雷係2200分，林家1900分，布衛傑1700分，中豪1500分。暂时领先的就是我们的小国，稍后继续越讲越电，继续收看越讲越电，马上看看我们下一个环节会怎样。 OK， 看看怎么玩。第二关15、16揀哪个，选手答题前先压100至500分，答对题目可得所压分值，答错倒扣相应分数。每人有两次求助机会，包括求助现场亲友团、电话求助，每求助一次扣100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呢，可以跟我们进行同步答题，只需要按照屏幕下方的提示呢，就可以和我们的选手进行同步答题。每周送出最新款的小米手机，祝大家好运。郭大头，几大就几大，烧麦就烧麦，我要压500分。好，听你大屏幕，3、2、1，停。电影题，请看，问题喺度噶，做乜咁错档啊？咁。做乜咁錯當同下面呢個話咩意思呢？邊個解釋呢？ A 今兒什麼風把你吹到這兒來啦， B 幹嘛這麼久才記得來我這兒， C 是不是做錯事了要來這避難， D 怎麼這麼一副失意的樣子。你可以選擇自己答，如果請人幫你答都要扣100分。肯定不是后面两个、哦、因为那个样子都不像做错什么啦，或者是很失意的样子都不是这样的、啊、肯定不是第一个就是第二个，我自己答，我不用他们。好，答啱就五嚿，答错扣五嚿，就是啦，小心点、啊、这个叫我分多呢。哎呀，哇，真是，哎呀，五四 B B 真的吗？ A 女人、啊你 friend 多，请睇正确答案。A， 其实我觉得呢两个意思差唔多。最尾我睇落嗰个档字，因为只有风先会档，坐档，吹嚟吹去，荡嚟荡去咁。但其实个解释咧，同风系一啲关系都冇嘅，达明嗬。档咧系粤语入边讲荡失路。如果你行错路迷路咧，我哋叫荡失路。咁呢度错荡就系、是，其实就话，诶，你系咪行下行下行错地方，行到嚟我呢度啊？即系唔系特登嚟揾我噶？你系咪啊？荡失路啫，系嘛？即系咁样。好啊，佢错荡荡咗500分翻嚟，系加500分嚟啱嘅。恭喜晒！接落嚟到我哋啊，嘉哥，几大就几大。咩？烧麦就烧麦，烧麦就做烧麦。我 show hand， show hand， 好，全部压晒，系啦，压到最大五嚿啦。哦，咁呢啲唔使咯，呢啲唔用啊，抌咗佢咯。几大就几大，烧麦就烧麦，叉烧煲就叉烧煲，鱼蛋就鱼蛋，系咯，龙虾就龙虾，系咯。500元啦、啊！好，睇睇佢会答咩题先，请你大屏幕。3、2、1，停。
歌曲題。我哋馬上請我哋嘅頂級歌王上嚟同我哋唱翻首，掌聲歡迎啊！有請。感谢冯博。哎，对，选歌手，都会有照顾到歌名是吗？开心的这首歌叫《Poison 的马路》。哦，那那那，越学越像。系咪？开玩笑啊，开玩笑，开玩笑啊。阿冯博唱嗰个系《开心的马路》，系你呢个咧系即系比较开心的大猩猩，比较丰富嘅。开心的开心的金刚。金刚。好，请睇屏幕，马骝系咩意思？哎呀，哇，这个这么难，这个太难了，哎、这好难呐、啊，这个太难了。我觉得可能会是 D， 对吗？哦，不知道怎么办？第一句是有点什么意思啊 ？Brian，Do you know that？ B， 我请马 B B B， 来 B， OK OK，I believe you， I believe you， OK， 选 C。先加500分先啦，耶！ Yeah， 恭喜晒。跟住我哋请阿达明哥咧，珍珠解释下啦。马骝，马骝，马骝就话咧，一讲到只马咧，佢就达明哥，你讲讲马骝就马骝，冇马骝冇。哦，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你听得懂我说什么吗？啊，听。马骝就是一说到马这个东西，唔系，你讲广东话啦，你呢样讲我听唔明嘅。啊，听。玩嘢啊你啊，摆到明啦！我哋普通话这么准啊！哦，以前咧嗰只猴子王咧就走去大闹天宫嘅时候咧，就做咗白马瘟啊嘛。系啦，佢好唔中意做白马瘟咁渣啦，但系啲人成日话：哇，你又威啊白马瘟！一讲到马就，我就嬲啦，所以佢就好嬲啦，所以人一讲马就嬲咧，嗰只就叫猴子啦。但系头先咧啲观众话咧。马骝同马骝系唔同喎，嗱，譬如睇得嗰啲啊黄师傅嗰啲戏多咧，嘿，你班马骝啊，嗱，嗰个马骝咧就系话啲小朋友咧好曳，管唔掂，阿妈一讲咧就嬲啦，就阿妈好嬲，嗰细路仔好唔掂，马骝系啦，解释完呢个马骝同马骝啊，达明哥将佢重新啊增添咗一个注解之后。我哋阿维持呢边多咗呢个500分，睇睇到阿伟杰会点样咯？几大就几大，小卖就小卖，我卖500分，都系500分。请睇题名，3、2、1，去。典故题，粤语俗语中，冇尾飞陀啊，冇尾飞陀，咁常用嘅意思系咩咧 ？A， 比喻件事情发展咧冇办法收场。B。形容人的行踪不定 ，C 指佢做事不能够随便后悔 ，D 比喻某个人做事咧又勇往直前。梗系问朋友啦，有朋友喺度。朋友的话要扣100分，如果答对的话，唔紧要。答对的话要扣100分。唔紧要。阿红哥系 B 嘅，你系解唔解释到啲字系有冇单独意思，或个典故你系明噶？我唔识讲个故仔出嚟。好，唔该晒先。我绝对相信系 B。B for boy 是行踪不定 ，OK， 请睇正确答案。哇、wow、哦！ Yeah！ 恭喜。那关于这个典故题呢，我们有一个小故事，一起来看一下外派的 VCR。哎，收工啦，华哥，今晚我哋食咩啊？食，食湿米啊！你食，你睇下我哋得个鸡碎咁多咋，而家粥都冇得你食啊！啊！
咁点算啊？我一定要食够五碗饭先够饱喎。你仲五碗饭啊？你睇下我哋而家，我哋心口碎大石，无敌风火轮，啲观众全部都唔buy噶。我哋啲花拳瘦腿冇用，你睇下隔篱个档口，人哋已经搵科技公司做广告啦。咁点算啊？冇人睇，咁就冇钱收，冇钱收就冇饭食。咁我死，我不如搵个砖头劈死你。砖头好贵噶，唔好嘥呢度嘅砖头。有计，而家啲观众咧都中意无厘头，我哋可以喺砖头上边做文章。哎，各位街坊，埋嚟睇，埋嚟拣啊！喂，哇，江湖绝技有。哎呀，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打通咗。喂，下，喂，人多，各位乡亲父老，承蒙各位嘅呢个厚爱啊，小弟咧就喺度献艺多时，今日咧我就打算将我毕生嘅绝技全部奉献俾各位，演俾各位睇。乜嘢咁巴闭啊？系咯，今时今日街头表演要有翻创意先得噶。睇到嗰度有个老虎未？睇唔到唔紧要，你哋又盲又痴睇唔到，睇住，喂。我睇住呀，嘿，见到未？系咪好犀利？啊，喂，冇走，阿王，你做好牺牲嘅准备，唔系，你做好准备未？准备好，准备好啦嘛，去到老虎嗰个位，将个苹果摆喺个头顶。我啊，系去，如无意外嘅话咧，我一嚿砖飞过去，佢个苹果咧会烂开八边。哇，又几神奇喎，不如睇下。跟住落嚟就系攞生命嚟表演啊！咁啊，喺度付出生命之前咧，首先唔该，哎，嚟啦喂。哎，华哥，你个砖喺边啊？唔知啊，混吉嘅嘥气。咪系咯，仲话咩一击即中，嚿砖又唔知有边条绳又断埋。先小小心，嗱，小小心，失败嚟成功之母，你再俾多少少鼓励嚟。仲想收钱啊？又话江湖绝技，喺度呃人嘅。仲话咩一击即中，根本就系冇美飞堂，我哋都系走吧啦。唉，走晒啦。唉，舞美飞陀的本意就是一去无踪，后尾呢亦都用来形容行踪不定的人，暗含冇交代唔够稳重的意思。原来是这样。好啦，接下来到阿钟好，钟好挑战最后一题了。几大就几大，烧米就烧米啦，我呀500分。佢啲屋企入边嗰班睇紧嗰班老婆啊，即刻死佬睇呢个节目唔好睇啊，冇用嘅节目。对唔住啊。嘿，收视大增好啊，压咗500分。Okay, 最后一题了，也没得选，专家题。请看题。粤语嗱，专家题考儿歌啊，真系排排坐，食果果，猫衣担凳俾边个坐呢 ？A 姨婆 ，B 姑婆 ，C 姑丈 ，D 叔公。我觉得可以用排除法，这肯定不是男的。对，我觉得应该是给女性的。那你就把这两个字填进去，看哪个念出来顺。启明，你帮我念一下好不好？他念可以吧？念可以，不回答可以。排排坐，食果果，猫咪担凳俾阿姨婆坐，或者姑婆坐。我觉得姑婆坐好似咁压弟弟。姑婆更押韵一点。钟豪，我们有5秒的倒计时，给你选择，究竟 A B C D 选哪一项？五、四、三、二、一 ，B。拍拍啊！拍拍啊！我唔知噶。请睇正确答案。恭喜我觉得这首有没有要唱一遍，还是要说一遍完整的，用广东话的感觉。就是、来，应该怎么讲？排排坐，食果果，猫衣担定俾姑婆坐，坐烂个屎忽，唔好赖我，赖翻隔篱个二叔婆。哇，好好听啊！姑婆是指啲自梳女喎，系啦，仲有姑婆屋，佢哋住嘅嗰间屋。咩叫自梳女啊？就是不嫁一个人终老的那种女人啊，梳起唔嫁。像你这样子的哦。剩女啦。好，翻过前来，咁我又冇人担凳，咁唯有搵只猫姨担凳同佢一齐坐啦，咁样嘅。同埋嗰阵时啲老姑婆咧，佢会同其他姑婆一齐住，会养养好多猫啊，无儿无女就靠猫咪啦。好，一轮嘅。
龙争虎斗之后啊，血雨腥风啊，系睇睇个成绩点样先，请睇博雷系2700分，跟住林家2400分，郭伟杰2100分，钟豪2000分，两位啊要加油啦！啊、其实冇所谓，我赢咗钟豪就够啦。OK， 志气大一点。好啦，我哋暂时冇打牙啦，战场目前分数最高嘅系国雷，国雷可以首先去翻牌揭奖品。今晚节目奖品非常丰富，感谢由广州爱康国宾体检中心提供嘅钻石贵宾卡，由广东康宝电器提供嘅家电系列，由广东康富来药业提供嘅血耳口服液，由中山芬拿一化提供嘅珍妮斯洗发水同埋美仙娇沐浴露礼盒，由大益茶叶集团提供嘅高山稳象礼盒，由广州六加一提供嘅美容美发现金通用卡，由广州圣方白组提供嘅骨疗护理套餐，由慈基化妆品提供嘅美白护肤礼盒，由合和昌茶叶提供嘅普洱茶礼盒。一到十二号选择一号选六，好好哦，哇哇，爱康国宾健康体检提供的钻石贵宾卡，体检卡价值6880元。OK 了，那么接下来这个游戏呢也很好玩，叫手快有手慢无。第三关手快有手慢无。现场吹剧表演中会出现若干问题，四位选手抢答，答对一题得300分，答错倒扣100分。点啦？喂，波波，喂，点啊，大姨？咁啱去边啊？我啱啱喺街市翻嚟啊！哇，今晚扫咗好多靓嘅食材。唔系啊嘛？点啊？呢只蛇王平时成日喺屋企都会出街市买餸。唉，卡，请问蛇王系咩意思呢？321，请抢答。过嚟。说，蛇男，错，扣100321，请抢宝答。玉石林家，蛇王他就盘踞在家里啊，对吧？蛇嘛，冬眠就就懒吗？快一点，来，恭喜答对了。好，系啱嘅，300分，请继续。而家咩男仔系最受欢迎嘅？哇，咁啊唔使讲啦，成个企喺你面前啦。边度啊？系高富。同埋帅。你都叫高富帅？OK， 就算你系算高富帅啊。教父帅呢样嘢已经勾咗好多年噶啦，而家最受女仔欢迎嘅就系暖男，成为好似阳光一般温暖嘅男人，第一样嘢要学嘅就系煮餸。喂，咁讲我真系唔知喎。而家唔知啦，平时除咗食饭、瞓觉、沟女之外，你咩都唔识。兄弟，唔系话我唔教精你啦，你学下嘢，唔好成日好似条失魂鱼咁啊！唉，卡，请问。失魂鱼是什么意思？请抢答。钟浩，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冒冒失失啊，没头没脑的意思。恭喜，是啱的。对啦，加多谢多谢。请继续。哎，我唔话你啊，真系，学下嘢嘛。波波，系点啊？你今晚整咗咩好嘢俾我哋食啫？大把嘢咯。喂，仲有嗰条鱼啊，清蒸定系红烧咧？呢嗰条鱼啊，梗系，哎。弊啦，唔记得买姜葱添啊！你话你啊，冇姜葱点整啊？我都话佢扮嘢啫嘛，乜都唔识嘅。哎呀，咪就系咯，话你啊！做咩你？正一大头虾。卡，请问大头虾咩意思？三二一，抢答。伟姐，伟姐，大头虾即系佢，净系唔识谂嘢啦。我哋英文叫 airhead。空气脑系啊，空气即系脑袋空空，都是空的。系啊 ，airhead 就大头虾，唔识谂嘢，唔识谂嘢啦。当你啱啊，其实系丢三赖四啊吓。请继续。喂，唔好嘈住先啦。咁冇姜葱都要买噶，如果唔系今晚点食嘢啫？唉，咁简单。嗱、啊，你而家去买翻啲葱，咁我蚀底啲，留喺度陪两位靓女。睇电影。喂喂喂，大佬，等等先，我啊去买姜葱，你啊喺度同嗰两条女睇电影，你啊唔蠢啦。哦，我知啊，你想执死鸡。喂，咩嘢执死鸡咁难听啊？卡，乜嘢叫做执死鸡肠？诶，执死鸡。捡现成的便宜。捡现成的便宜、嗯、啊，好啊，啱嘅，系啱嘅，三嚿水。我是今日的大厨，我是一定不守得的啦。喂，你去买姜葱啦，一如咁啊。喂，婷婷，有你最喜欢吃的大头虾 ，Yeah man， you know？ 喂 ，Suki baby， you know this is 菜心，你平时好喜欢吃的、啊、菜心啊。你慢慢啦、啊，做咩啊？三只猫入眼啦。喂，子焕啊，婷婷，我哋唔好理佢，我哋一阵间咧，睇完戏，跟住我带你去锯扒，好唔好啊？系啊。锯咩扒？你住家菜咪几好？呢条友啊，唔好掂当啊！谂落都系牛扒吸引啲咯。我哋行啦，嚟嚟嚟嚟。喂喂，大头虾，喂，大头虾，
三只猫入眼咩意思？请抢答。嗯，玉石林家就是看到靓女哦，那就等于靓女是生只猫入到你的眼。对啊，波斯猫它是一只小猫，波斯猫它不是小狗，对不对呢？我唔知啊。因为生只猫入眼咧，最多我哋形容啊，男士见到靓女，咁佢见到靓女咪见到靓女咯，系啱嘅，三百分。恭喜三百分。看下分数，来看一下大屏幕。郭磊系2900分，林家3000分，郭伟杰2400分，钟浩2300分，哟，尉迟林家反胜啦！系啦，咁呢个时候就要睇睇佢可以去翻乜嘢奖品啦，睇睇。今晚节目奖品非常丰富，感谢由广州爱康国宾体检中心提供嘅钻石贵宾卡，由广东康宝电器提供嘅家电系列，由广东康富来药业提供嘅血耳口服液，由中山芬娜日化提供嘅珍妮丝洗发水同埋美仙娇沐浴露礼盒。由大益茶叶集团提供的高山稳藏礼盒，由广州六加一提供的美容美发现金通用卡，由广州圣方白草提供的骨疗护理套餐，由慈基化妆品提供的美白护肤礼盒，由合和昌茶叶提供的普洱茶礼盒。1到12号，你选哪一号？几号啊？你们定吧。4号，啊，这么衰的数。音乐里面抖了四平八稳，这一轮就选四了，好不好？四号，好，来看看四号奖品是。哇，顺风百草提供的骨疗护理套餐，价值5000元。什么是骨疗啊？骨疗就是一个靓女帮你在推拿。哦，得啦。一轮之后，睇睇我哋马上进入到最开心嘅环节，第四个环节。全心全意。第四关，全心全意。四位选手分为两组，分别与两位考官完成传话。考官一，描述某样物品，两位选手依次用粤语转述俾考官二。考官二，如果可以正確猜出物品，两位选手就可各得500分。睇睇佢哋会接受乜嘢礼物嘅推荐啦吓，请上道具。咩啊？听清楚啦，滋补养颜，滋补养颜。女士喜欢，女士喜欢，男士欢喜，男士欢喜，生食得嘅，生食得嘅乜嘢啊？熟食得咗，熟食得咗，系啦，就咁多。滋补养颜，滋补养颜，女士欢喜，女士欢喜，男士喜欢，男士喜欢，生食得嘅，生食得嘅，熟食得咗，熟食得咗，啱唔啱啊？你问我点答你啊？谢谢 ，OK， 下一位，你咧？钻石嚟噶啦吓，知颜养宝。滋颜养宝，滋补养眼，滋颜养宝。女士欢喜，男仔喜欢，生食得，熟食咗。O K， 滋补养眼，女人中意，男人意中。生嘅食得，熟嘅食咗，红枣。我有样嘢想讲俾你听，一重点，女士。喜欢是吗？你的手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动作的？男士欢喜，即是说是这么上下大小的。红枣，红枣女士喜欢，男士为什么欢喜呢？当然欢喜啦，女人吃了红枣之后能力又强，又做得家务。你想啫，又服侍到老公。是啊，咁男人欢喜。但他再欢喜一点又会怎样？不是，我有个 point 的，我有个 point。再欢喜一点，还要再欢喜的。再欢喜一点。红枣未够欢喜啊！但唔系喎，佢话生嘅又食得，熟嘅又得，系红枣有生有熟嘅、啊。好多嘢都生熟食得，你又唔好夹硬咁样呢、這个咧就我觉得有啲呢个牵强。唔好误导我，就系、是、红枣。咁你话红枣咪红枣咯？得唔得？得得唔得？翻碟得 ，OK 啦。请上红枣。睇下，睇埋红枣。500分，好大粒红枣啊！瓜，系、哦、喎，木瓜都系啱喎。
呢啲系咪变种嘅红枣嚟噶？后边都话啦，比红枣再高啲，再大啲咁样，咁你又唔？佢一直讲嘢嗰阵时候都系女人又中意，男人又中意，咁嚟嚟去去都咁滞。你唔同喎，女人又中意，大佬啊，男人又中意。我得嗰几秒钟去谂噶啦，我都好叻噶啦，睇一睇得嗰几秒钟谂出嚟都好醒噶啦，你明唔明？唔好意思啊，由于佢猜唔到，所以咧就呢500分系拎唔到嘅。我哋有睇。下一组。有请，睇睇第二组会点样，请上道具。酸酸甜甜，青边黄玉为之上品，最适合嚟自星星的你。死咯！玉池，到我啦！基本上你死咯！基本上会收得工啦，已经。系呢样嘢咧？一个人吗？对呀、啊。那晚上去哪里吃饭呢？喂、哦，我知道了，这不是个约会，就你一个人吗？晚上边度食饭啊？没到，没到，啊，没到呢。酸酸甜甜，黄中带咗黑。这句再说一遍，乖。黄中有啲咩呢？黄中有啲黑，是和来自星星嘅你。啱啦。大明哥。我而家用我一生之中最正嘅广东话话俾你知，佢话俾我知乜嘢？星星甜甜，网友有啲虾，网友有啲虾，仲有咧，星星上有啲乜嘢又？来自星星的你，大概是咁啦。OK， 黄中有啲黑太误导啦，我冇讲过黄中有啲黑，我其实系咁讲嘅，酸酸甜甜，青边黄玉为之上品。呢句佢谁知道嘛？谁知道这句什么意思嘛？青边黄玉为之上品，形状非常适合来自星星的你。青边黄肉是鲍鱼嚟嘅喎，青边鲍嚟，你都不识民间疾苦嘅，你真系。好啦，连阿珍珠都由头开多次估嘅，你一定要俾答案我噶啦。就很特别。四、三、二，叉烧包一。啊，争好远喎！你哋嚟讲是什么？是喎，是羊头喎，那对不对呢？咁啊，达明讲咗叉烧包嘛，俾大家开心一下啦，睇下到底系叉烧包定羊头啦。点解叫叉烧包？叉烧包最啱嚟自星星的你。稍后继续越讲越掂，请继续收睇越讲越掂。最啱嚟自星星的你。哇！羊头，哎，现在叉烧包长这样哦，哦。好啦，由于佢哋系都搞唔掂，所以呢500分系暂时抱歉，不如每次啦。马上抢奖品！哇哦，抢奖品咯！最开心嘅时候到啦，我马上补补你分数先。过嚟系2900分，跟住到林家系3000分，傅怡姐2400分，钟豪2300分。傅怡姐第一个冲去拎奖品嘅就系呢位啊大哥啦。尉迟凌驾，没想到啊！好，我哋60秒计时，准备开始，三。二一开始，走嘞！哎呀，他是游过去的吗？我的拖鞋，你这样拿不动。好，出发！嘿，可以拖鞋啊！哎，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这是买菜呢，不用挑了啊！走，不是我得拖鞋。哇！好，准备出发！中好最后一个，来出发了啊！接了，接了，接了！哇，天哪，就摔了！玉池，你拿的太小了吧？十秒倒计时，九、八、七、六，我要回来！五、有没有？哇！没了。
刚才他的整个抢奖品的过程，时间最多的，最第一个出发，而且是最悠游是他的。他的左边敲完了，再敲右边。你是因为灭门题，我拿的不是最多。点解咧？因为有四个靓女在那边。对，我倾偈拿咗好多时间，系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可以添加我们的珠江频道的官方微信号，或者是新浪的官方微博，下载百丽闪拍 APP， 参加同步答题，或者向栏目组出题大奖。更多视频请登录如下媒体。每到星期六晚九点九，记住关注我们的珠江频道，越讲越掂，越玩越掂，越做越掂。多谢我们今天两位的老师评委嘉宾，胡向真小珍珠 and 张达明明哥的。哇，辛苦你们。下星期六晚九点九，珠江频道越讲越掂，继续越讲越掂，拜拜。拜拜。